YouTuber 阿迪凭借多元的影片内容以及生动活泼的风格深受网友们的喜爱。日前他前往杜拜拍摄街头访问影片，公开了当地人的真实生活面貌。其中有网友好奇询问，很多人梦想到杜拜当乞丐，不知道阿迪有没有机会访问到当地的乞丐。对此阿迪透露，这趟行程完全没有遇到乞丐，而且在杜拜乞讨是违法的，会被警察驱逐，因此到杜拜当乞丐挣钱是不可行的方案。此外，阿迪也透过影片澄清了外界对于当地人都靠石油赚钱的刻板印象，因为石油经营权掌握在政府手上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政府拥有足够的收入，不会向人民征收所得税，民众只需要在消费时支付 5% 的消费税即可。